同妈妈呢个爱的拥抱 ，Gigi 严明熙足足等咗两年，因为疫情嘅关系 ，Gigi 两年冇翻过家乡汕尾见屋企人。最近因为参与人气节目《生生不息》，趁空档可以探下佢哋。哇、啊，真系好，真系好，乖啦，乖啦。爷爷、阿公、爷爷、阿妈、奶奶，今天有样东西要给爸爸妈妈看。妈妈，爸爸，你们先坐。Gigi 咁隆重其事，仲包到靓一靓咁，原来就系喺《星梦传奇》得到嘅奖座。这个床，上次在我说我在电视说要跟你们讲，人家付出了很多努力得来的，那搞得这样我都想哭了。哎，拿张纸巾擦擦。哎，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很多。哎呀，搞得我都想哭了，我不会哭。哎，我的妈妈，眼泪真的很不容易啊！我知道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。咁感动真系好难唔喊嘅，连妈妈都喜极而泣啊！而难得翻到屋企，家人都为 Gigi 准备定家乡食物，其中一样就系层糕果，等佢自己介绍下啦。这个叫顶糕桂，里面有虾，有花生，有瘦肉，瘦肉，肥肉，就是五花肉了。好吧。完蛋了，我这里好像切了两刀哎。紧要啦，等人食得就 OK 系咪？所有送菜都齐，不过 Gigi 都话仲有啲空虚，原来仲差一碗汕尾人最中意嘅咸茶，佢自己唔多识整，咁唯有要嫲嫲出手教路，先将啲茶叶同芝麻磨碎，再加水。犀利喎，又几难喎。食正佢啲有啲架势啊，睇落。好嚟啦。学翻我。整劲啦。得唔得啊？得唔得啊？这是我跟奶奶弄的咸茶，先勺一碗，还有东西没有加，是什么呢？炒米，最后加啲花生就大功告成。Gigi 第一时间孝敬妈妈，又靓女又孝顺，唔怪得佢咁受欢迎啦。